要搞你哦，还不容易用搞的啦。哇，你太用心了吧？跟你比手是比刀工啦。那你千万不要帮忙。没有，所以抢到龙沙啊这些类啊。哇，你最近还没谈恋爱啊？哎呦呢！哎呦，真的假的？讲出来，讲出来，有什么？有什么？没什么，没什么，没什么。好，你们是该，你也是呛叫的呢。哎，有什么？有吗？肯定有什么。嗯，但是有一点点不确定。不嘞。那科技已经准备好了噻，马上来一看张伯谦奇迹优秀。哎，因为玉龙得啊。海记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刚怕你会签唔错，所以帮你准备掉的。林书变厉害嘞，来甩锅预备器。天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！还有所有现场的乡亲朋友，大家好！我杨淑坤，一家之主，我是明珠，我是钟伯强。今天同伯去呢来到桃园的平镇呀，投币哦，到阿伯后呢呀，投币一摆耶，就会有个平镇的妙法御圣宫，妙法玉圣宫，第都摆耶是管身体拳。其实大家先要发现到吼，今年来到的俩建庙又掉毛强人哦，因为佮主要系拜是道教的庙。哦，嘿，唔过，佮烧香火袂当忙哦。嗯，唐公呢有等到你问了呀，导演闷思哦。对啊，你有想不想问的吗？求爱情之类的。你不用求了，你求说什么时候可以减肥？减肥成功就好。然后那个里面的就是两毛九嘞哦。对，他不会想你。马上先来分享到今天的评审欣赏，提前来分享到今天秦永峰、齐师傅。大家好，我是王爱，大家好。等下看下许峰说的，刘谢玲刘师傅。大家好，我是谢玲。分享到风吹的黑白寂寞耶，分享到九点几老秀强子。大家好，我是叶庆。大家好。好，咱最今日来翻到系请一个姊妹吼，好春土老好春贵。大家好，大家好。放羊放羊，哎，亲的姊妹当然是当穷哦，哎呦，送包卵吗？不是，没啦，你刚刚美女问记得是送包卵吗？没啦，差就死啦。啊，真的哦，不行乱讲。好了，秋天记得小强子去菜市买个沙琪的个假证版，来凭证农夫的假证版，凭证起的，加多凭证呀，导演。我耳朵亮，一天会生嘛个，会亮嘛个，老太阿烧鸡一下好吗？鲜米棒，鲜米棒，真的用米做的，没做都像鸡饭安尼哦。没，像棒棒一条嘿，菇内型安尼。哦，鲜米棒，呵呵。没有米蛋糕哦，哇，对，就是米。都跟老他跟你的米色有关的呢，这是很客家的地方。小琼姐，刚刚有蛮好料的嘞。新市公园，东泰，新市公园，对，东泰，顺头还有青少年活动中心，哇，非常棒。你那边农家带孙的去给导演？哎呀，跟新市公园跟搭的吼，老人家去跟行路，后生人去跟料到东吼，因为东发。冬饭，对，他饮水子都叫哈，对，该冬好，哇，啊有嘛个活动吼，平镇的许活动都会滴个比摊，都给倒闭耶，是冬饭，看门菜天然就超哎，而新嘛个搞嘛个整套行程都有哎，嘿啊，也是做旅行社的，是不是？没有，我了门呀，除了该下记得记得用啥讲哎，哎，还有嘛个谈过两片还没有，跟那个咖啡没当有名啊，哎，咖啡没当有名，老太家讲一下。农夫的熏陶啊，农会，农会他就有卖咖啡。我需要哎，现在。现在美式之类的。对，我们农会有，你也意思的哈，他们叫咖啡哈，伊地边都有捏板，捏板，阿个蛋糕，咖啡的甜点，哦，棒蛋是黑嘛，嘿，啊，而且很便，真便宜啊，嗯嗯，嘿，嘿，俺这个全部有意思个，哇，嘿，为所个当哈农夫熏陶呢。阿姨，你得我去卖米，啊，卖菜，全部当方便。哎呀，讲到安永兴哦，所以你来到还品尝两片蔬菜，还做咧是农夫，个身体另一个加低，还有米是冻好些。好啦，总共已经咧品尝一个客家泰镇的度，来到你啊，一听我对甘肃豆呀，青菜提个客家风情，然后客家米色，马上先来可以系提出必须嘅料理色从你乜解？好，三下来大概要分大家看一下，来到品尝吼，提一头几天嘅食材咯。你系雾冒猪哦？雾冒猪哦，应该咩黑暗鸟叫神张弛的猪肉。好，马上来到分享到一个雾冒猪嘅熬你。好，来分享到嘅系一个雾片料，舞台歌。
我们还后生啊，几年次？80年次。你真的了解黑毛猪吗？你是靠就协助的黑毛？那种我不靠阿公洗腿是协助协两下，又做水做两下嘿。做到两下的意思表示讲。哇，你看，其他咖啡又更好，又加黑又上，又有颜值，要不要来来应征一下主持人？有两意思吗？拍谁？但是没有拒绝就对了。我们等一下再来聊一聊。好呀，你从小都看天数学主位吗？嘿。那TPA 都吃掉蛋糕，你也得运用的嘞。照顾品。木毛猪啊，血结较多，饲料会较少啦。你全部血结的，血结反刍啊，反刍啦，容易的。刚你去噶吃到木毛猪了，一般的猪为了讲的吧，有哪道边检查？因为像阿妈妈老公买木毛猪，它唔会有猪味嘅咸味。对哦。是吗？木毛猪的时间少，也是较长，所以讲佮肉老佮发展，它。成熟啊！台湾的猪会一等一类啊，所以为什么要开始进口些？大家就捍卫台湾猪，就会讲台湾的猪会真严厚些。对，假使唔相信哦，沙沙螺旋。哇，这样有味道吗？来来来，不用沾酱吗？它有它本身的鲜甜。嗯，肉质当 Q， 又发唔会有嗰种逼人的感觉。韩日琼应该下讲诶。因为木毛猪哦，毛穷哦，就是一般外面的猪会比较有一点那种腥味。对，又好学吗？方纯，动动车动远动，我是 Q 啊，哎呦，你动向啊是空姐嘞，好学，好学到，啊学听到，听听，啊咱是吃到嘞，当我食啦，几个贵贵的蔬菜吼，安尼硬甜硬甜，我食到讲哎呦，安尼呢咩，当我食嘿，啊春骨节，啊哈很好吃，真好食。有甜味，甜味。那传统是温姜哦，是冬天嘞，冬虫夏。而且呢，他接下来都会先要三层牛的时间，就是看它的粉扑有皮有油有酱的蔬菜，几度度厚。哎，所以这种是最赞的、啊、最漂亮的一个部位。我们等一下继续吃。好好好。好，今天来到平镇呢，就会拿下菜体最赞的个温体的五毛猪，马上来进行第一关的料理挑战喽。福卡好明星。大家家庭都有生起自家的好美食，利用炊地寒天的时间地度，用菜地的自天食材做出自家的素卤菜。到底哪一家的美食会较上瘾呢？准备拿出你的好本蛋，一家之主送菜嚟。好啦，其实呢，提出料理哦，哪一个五猪为了变化，他赶紧最彩虹哎。嘿啦，猪肉的料理，你看一下两位师傅就滴，你阿不开本身上烟随时都有高肉酱猪肉，嘛该都有，因为他赶紧最不会做猪味料理哎。好，我们来听听看，风吹带来吹秒都嘛干。五猪味迷人顺，五猪迷人顺哎。哎呦，好谈起来是冻好鲜，而且冻对死，然后都好给高顺又会冻对死。是啊，唔讲诶，啦，唔讲吼，咱厝吼很会取名哦。啥啥来谈看，今日爱做个料理系嘛个？五煮诶，火菜头。哦，火菜头。今日都当有福气哦，一火菜头，行家明年是。我发现呐，诶，你乡亲朋友都被我们呐，就是。训练的懂会晚催眠。以前我们客家是不这样取名字的，都是就是有什么取什么。你啊，全部都取都，你都懂讲的名了呢。好，大家有信心不？有。比赛倒数三、二、一，抢开始。哦，抢开始喽。那猪肉啊，爱做爱浸对点头干嘛？因为秋枪爱都台北啦哈，买猪肉也会强。因为无寿司诶，一定要请到寿司诶，给我拿个最后诶，给真正的肉，唔系摆到摊位上诶，黑到 hell boy 诶。认识的他们会从后面拿出那种好肉，有吗？我妈妈就是这样，有啊，有吧，有啦。那是你妈妈买好先放那边去买菜啊，黑啊，哦，穷冲啊，哎呀，穷冲诶，要多少款呢？这该不会是熊板牛？你弄肉吧，你弄肉啦，错啦，你弄肉啦，都合适咯。好，该呀，加油嘛，该，要吃粥呀。嗯，这个是泡菜吗？黄金泡菜。哇，慢点粥诶，来粥诶，慢点火哟。粥诶，
欸，我想要知道一下，欸，秋天很老秋穷季哈，你要到大白去搞关买猪肉噶，都到去那买啊。我用的很提供，昨天买到较好的猪肉的铺面。哎，你迄固定迄个传统的市场，嘿，卖五猪的铺面，固定的街站，伊就伫安尼爱买街。今日个水还要拿来通一下个发出来嘛？好，好来来搞半年。有个滚，快加油呀，加盐哦，加一点油落去。个水袂烫手吗？我感觉要少点嘞。要少点啊？多一点吗？多一点落去。哦。个枪法才会拿来摆盘，也系地摊拿来炒。摆盘嘞。摆盘嘞啊。嗯。还能干嘛干？种地盐落去。哦。咱。啊，你俩切个系美人笋哦。嘿。真的。你俩冻丝哦。哦。哎。冻出了。冻出哈。嗯。好，我们先过去。滚嘞哈。哦，姐姐，嗯，你老公讲，哎，记得准备个肉嘿，那个胸板肉哎，我俩是前腿肉，哇，这个都够肉哦，还不如还用搞的啦，哇，太用心了吧，切切啦，对啊，嗯，跟你比赛是比刀工啦，那你千万不要帮忙，嘿哦，所以抢到两三下这落呀，你要刀工吼，大家看住比啦，不一定要按刀哦，太子，看你哦。一食翻咧蜡烛吼，嗯，人家好彩头路，劈光喺只做诶安样诶，哎呦，你讲到重点咧，呀，就算来唔咩路劈光冇西过诶啦，哦，路劈咧，出声去试试看咧，路过停吧，给你准备，用扎诶，动刀，应该用扎诶，来来来，先贿赂一下，这样哦，嘿，用扎诶，我们有烟先烟先路过啦，等下扎，扎去扎，咁讲就要痛，你要马上做诶啊。爱做姐姐，哦，也是妈妈传下来的，是吗？哇，很好哦。我讲你冻到大家都冻坏死了哈。嗯。啊，就拿来煮饭太搞事了，吃可能阿妈妈传落去，传落去输你啊。有没有买你来报名的呀？姐姐，姐姐，姐姐有看的你节目啊？有啊，从没看过。好看哦。连阿孙的哈，连阿孙都冻坏看哦。真的哦。呀吼，就去充满个料理呢嘛，串烫菜。没，妈妈我老先也 VP 了诶，料理。哇，你最近还没谈恋爱啊？哎呦呢！哎呦，那马上，那马上讲出来，讲出来。今仔讲阿雷是阿哥雷那边做诶，几个诶。我先来看呢，我从来有看呢。真的哦，哎，我们的粉丝群有。啊，今天有没有摸大鸡来啊？啊，爽过啊！哦。不用点油吗？哦，不用油吗？不用先油，不用先盐，都可以。该缝出来的拢切来，对。你痛洗走了吗？好的。太多了。这个等一下还好挑眉吗？要。还要。嗯。干牛还剩炒过呀？嘿，牛还剩炒过。你要摆盘啦。哎呀，你要炒呀？嘿，那锅可以吗？要开的吗？做得可以的。哦，看你准备了粉啊，嘿，等下会录音嘅系嘛？该录好咯，哦，录好了呀。要放下去的嘛？哇，好，我们先恭喜哈，亚洲的准台风唔怕哦，哈。哇，该有先录一下系嘛？有啊，搞好了呀。哎，有嘛该要注意嘅蔬菜冇？有啊，做唔得温度太高啊。嗯。做嘛该？将。小的，来开始做 Q 妈做，你要摆盘系冇？你做先来呀，唔怕，摆盘做先来。首先先摆盘，摆盘哈，还是摆盘也是他的责任？不是，摆盘是要等我们放下去，我们再摆盘。哦，有顺序的。哦，嗯。要冻姜一下如何？对，因为这边要切薄薄的，要松板肉下姜。嗯。姜是强姐。切薄薄吼，等下是几多？还要切切啊？冻好食。我听出会熟哦，吼！你要先留出来吗？哎，留出来。哎呀，应该用有卤过系吗？有，有冇干？有干吗？古仔粉，嘿，还有咧，酱油，我个转。哦，看起来短用用哦。胡椒粉的味道又出来咧。哎，炸过来吼，用姜末下香。也葱头，然后加辣椒的哈。各位，有看到冇？嘿，用个猪肉的油哦。嗯。有香吗？有哦，更香。会辣的是吗？辣，会辣吗？辣。水桶哎，水啊米酒。水水水。啊米酒吗？哦辣，辣的。我跟他生孔钙片好吗？谢谢你来生孔钙片哈。哇哇！你要嘛钙？香哦，那有嘛钙？
腐竹肉炒酸呢，很香哦。骰子猪血吗？那米酒盐醋那盐盐的咧，哦盐醋的哈。然后大家讲吼，记得我不卡开美食是嘿，猪肉到蒜苗强哈，这个猪跟蒜是好朋友啦。对。该有全部表吗？全部表来唔怕。哦，好，充重点来了哈，啊，你重点没捂住的哟，应该还好吧？应该还好，应该还好。因为搭配这个啦，所以前头吼全部是第一第一啊，全部捞了呀，重量哈，哎呀，稍微偏太低，还好看，唔会太低太低，细低细。系啊，而且神哥啊，每组都一口吃一口吃，哎，要煮嘟嘟也好也好啦。啊，我们都忘记这边。你们就要来抢太假色的看一眼。我们都忘记旁边有个美术老师正在作画。哇！哎呦，摆到安这样哦。花团锦簇哦。好彩头的感觉。嗯。该风采体有怎么改？它配色。哦。等下躲落去哦。哦。哎呀，差不多的哦。嘿，这边差不多哎。哎，留起来，哎，红萝卜捞给我几片就好了，几片。好，那我们先倒数哦。好，来，来，七。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时间到。马上就有吃吃困难体管地度奈不卡米西烤火车的。哇！是的，太极真的很挺厉害，很困难。呀吼，就去充满个料理呢嘛，串烫菜。咩？妈妈，我老师也 VP 了诶，料理。就是这样，一定要要蹦翻嘛哈。我怕东都蹦翻呢。来，哥哥来吃吃看呐。吃吃看呐哦。有吗？有吗？我有嘞哈。嗯，很赞的哦，好吃。嗯。味道都好。猪肉炒的肚肚好 Q， 我就倒来吃眼睛，有满意吗？挺满意，挺满意哈，好好吃。又加个腐竹的真英雄哎 ，Q 啊 Q 哈，小熊真吃哎，嗯，好吃，真好吃哈，嗯，猪的泡菜同好吃哦，对，好好吃吗？好吃，好吃，真香呀，泡菜真好吃，啊，猪肉没有又脆啦，嗯嗯嗯。春鬼节感觉嘞，哎，我觉得不错，你也觉得不错，嗯，真奇，俺个猪肉料料用太有鲜，真厉害，不错，球卡强，嗯，好啊，冇事，俺用两下方式冷水哦，哈，好，开始试了，嗯，我个前臂肉很香哦，很 Q 哦，才卡全部都熟到快快快上瘾咩，哎呦，卡滋卡滋耶，哈，嗯。邱元静，超娘版，好食，切切冻切。阿姐妈，阿太子阿姐妈妈传下来防法咯。嗯，好食吗？好食，好食哈，很好食。像扒饭了，嗯，像棒饭，这里有棒饭，都对。邱元静，知道嘞？要脆到冻切，冻切哈，冻袂做。嘿，猪肉皮个蒜苗哦，算是妈妈的美食。不过，真正妈妈的美食是加个菜条干。昨天想到我盖个彩条罐当做那个秘密武器，真够厉害的啊，姐姐。那就慢慢流传下来啊。嗯。不靠神爷，莫会食饭，就俩炒炒啊，到猪肉炒炒啊。哎，神爷哦，是假的。嘿哦，很开胃。嗯。嗯，春鬼节嘞。我感觉了猪肉没青红色，有甜味。嗯。啊，你唔会。强硬又冇强硬，嘟嘟哈。好，今早的时间就会到了，马上呢，先来唱《起司夫唱粉粉酥》。耶！好，等一下看一下谁领先唱粉粉酥。哦，这比这多。就说两组都懂后生嘛，起司夫唱公平哈。要不不聊偏了，该泡菜到该猪肉米头都有炒出来，两个合在一起是都懂后些。阿里阿片子正差。你还把它炒做咧，该炒炒条鱼丸，好彩头做咧生菜炒，不仅梅头下袂出来，才会融合在这个著名的梅头，是正确的安用饮品啦。哦，是吗？嗯。啊，谢玲姐就嘛建议吗？嗯，爱做嘛袂本机，下过分咧，就因为今日做创业做老皮鸡，迄种的概念去炒个著名，啊，两片咧，靠创新啦，靠创新啦。好，唔够咧，体管地图。
风吹到南吹，各个得到一分哦，都还十分厉害诶！睇下都不看咧，都会来吃住看呐。不过呢，既然讲到呀，还赶紧阿妹做煮牛料理哦。今天也我们客家料理女神呢，这个雪玲姐，马上就来搞睇下一下，看下一个五煮牛其实编出嘛个四个料理。中埔素卤菜。好，许多诶，阿丽谢定师傅诶，料理时间呢，给每一道来猜名，还蛮该。黑玫瑰，黑玫瑰，对呀、啊。哇，你最近还没谈恋爱啊？哎呦呢，哎呦，那马上，那马上讲出来，讲出来，老矮啊。对呀、啊，我冻熊呢。我怎么不知道这件事？你那么乱，对不起，我把方向带歪了，这是我的错，我的错。黑玫瑰，不过今天的主题是雾住妞诶，雾冒住呢。你得看着点啊。好好，吃菜就买来。吃菜。雾住妞的松板肉，哦，松板肉，你弄妞，你还是嘛个？那个不会是土壤吧？嘿，太有福气。你要吃咖做的吗？嘿，我要吃咖做的啊，试试看。先问分量够吗？够，一天拿。啊，这个西瓜酱要跟大家介绍一下。干嘛西瓜酱？嗯，太有福气，你还给种诶？就种嘛。工作嘛，哎，算系今年系才个灵魂呐哈，灵魂的料哦，你灵魂的料，嘿，去甲做诶，去甲做诶，两面去甲做呀，哇，可，嘿，两去甲做，他甲妈妈就黑暗嘞，他甲爸爸你 OK 吗？其实两都系摆盘用诶啦，两都摆盘用诶啦，来来来，先介绍完，酸的瓜诶，酸的，酸的，酸的，酸光。酱椒诶，酱椒、风椒、黄椒、辣椒 ，OK， 好。我俩一坐地一停停，俺母系要病俺多，就病差不多一地一。哎，你俩算坐地咯？系啊，你做唔得长台地。我俩路差不多20分钟到30分钟。我们好节目，时间冇按窗呢。按窗爱做线路片的咯呀。俩呢，没病一些。嗯，做吗？病做嘛，硬硬还要比上色。这个还有一点酒味，是不是？你还全几味啊？哦。啊！你做视频介绍，你动手去练。走马东演那句话啊！嗯，哦，我的爱，嗯，那这个前任，嘿，嗯，阿姆哥师傅，嘿，假时候情景复合，摸的阿两种东西，汉做的干嘛的？去买，买，加几最简单的米酒，米酒，嗯，米酒，代表米酒是何？佛教佛呐，米酒啊，就是一般腌肉一样啦。对对对，你要做安呢？年年呢？阿舅打，做年年呢，过米酒不爱试试咧。那个客家好朋友给讲做的吗？客家好朋友给讲做，莫老头服役哦。你要等伊浸米10分钟。嗯，好。好。等等。等等。After 20 minutes。变浸好色咧。要浸好色诶，你要爱做生长浸诶。哦，有颜色有变。色有些变。色有变一些些咧。嗯。爱做得是建议。贵地的拢去剪吗？嘿，贵地不是现切的哈。无咧，无爱等啊，会种玫瑰。嗯，系吗？来，我来祈佛剪哈。好好好。等一下，师傅要捞该煮牛切都像玫瑰强人呢。哦，还袂好，我们来就切破片，一摆停停。哦，哎，台下全动起来，好，来来来。那个水给我好吗？哦，怎么个水？我水果。你弟做嘛水果吗？你都弟吗？咩？他唔系厨房食啦，他唔系厨房食啦。咁我见到安布布啦，冇夹啦。诶，安布，等下嘅选挑我摆个菜，呛菜啊，系用汤诶，也系用炒诶。俾小可煎一下俾。哦，嗯，哇，那啲蛇性了哦。嘿，那啲蛇性。冻舒服咧，吼。没有。可是那个酱都被蛇掉了，很可惜诶。你咩啊？你咩啊？那个汤伯谦，你喝掉。哎，你要怎么的？我打怂啊！你吃的那么多，你怕这个？哇！我摸切过吼，可能好难受。唔系，我等下我过去见面下。好香哦！嗯。有熟吗？有熟吗？冇熟，冇熟，冇熟。好。你咩是鸡？你也是呛叫的呢？哎，有熟呢，肯定有熟的。有熟。嗯，但是有一点点不确定。不溜嘞，不溜嘞！亚克已经准备好了噻，马上来一看张伯谦吃鸡肉秀。哎，因为有两袋啊。太姐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刚怕你会切唔错，所以帮你准备两袋。好香哦！那天赋宜家热狗还会咪通？嘿，哦，又个港 Q 哎。嗯。所以吼，介下风水，路介充满用个细节咯，系路介调酒啊、米酒啊，咸白吼，做滴玩两种风险，吼。
鸡肉吼好喷呐，嘿，这样看得出来，个地皮图就熟呀，毛熟。嘿，等下就煎哦，差不多的就做得这种的。嗯。哦。等下你啊做地做白面白肉啦，我喊你去我煎过啦。啊，做嘛该有切三角形啊。诶，还好看啊。哦。这切有问题吗？没问题，什么？没问题。然后呢？你泡面小锅渐渐的在那煮，又加个一点点素哎。这该不会是玫瑰的梗吧？给你猜对了。哇！哎，从七师傅，你买会切玫瑰吗？应该不会，真的哦。那一定会。你都是自己买来送那个家珍姐。红玫瑰应该不会，乌黑玫瑰应该不会。按左的啊。你会切九十九朵吗？这都修尿的，要卖下价啊！用卖下价哦，冻酱哦。好的，这个哈都考验了美术啊，压根很精雕细琢的一面又走出来。但是我们还是要老学一点，供一个残酷的事实。用办，我们是有计时的。嘿，几个没到嘞哈，没到嘞。你第一路妞个时间哦，你是分钟是摸的哦，你是笨啊。哦，雪玲姐已经开始欣赏起来了。对对对，听说你个水啦，你个红葱嘞，对吗？对哈，红葱嘞，你讲雪玲姐在睡觉。好了，你陪她睡。一下见面不啊？不啊灵的。哎，我头摆又一摆雪街火锅的时节咯，有一家店他们把那个葱板肉哈。也是切薄片，然后做的像粉红玫瑰一样，该冻简单啊。不过你还熟盖，它这样子怎么卷啊？因为它的硬度就不一样。一得得拍，一得得拍成玫瑰花。哦，黑暗有没有雪玲姐？对，黑暗。我帮你看看有熟吗？没有。试试看，试试看又熟吗？该做的是。哎，听错一次暗泡哦。嘿，你长得拍也出来啊。对啊。又熟吗？又熟吗？没熟。好，你也是该，你也是呛叫的呢。又熟呢，最近又熟了。又熟哈，但是有一点点不确定。哇，你看呀，刀工真太厉害了。厉害。我看一下，大概是两模。你看。你跳高。刀匠。我俩来掰了。哇，太极人家都要看清楚哦。哎，我用削削点落去，就像跟应该安尼装，用削装折。你等下来削装，你意思啦咧？莫不是用削的？哇！按本器，嘿，哎。哇！哇！好美哦！漂亮！大家就许多冻酱哦，有黑玫瑰冻酱哎。所以其实剪起落去以后还做些压抑啊那样哈。压抑啊，就又抢一堆玫瑰花。冻酱，冻酱。来哇黑玫瑰完成哇，这个是小王子的，不是红玫瑰哦，黑玫瑰，按钮就后 C 喽。掌声献给我们的黑玫瑰达人，哎，是梦一哦，我有感受到心意了。啊，今天系天梦黑马街咧，姐姐。客家谚语讲，佛手煮汤，黑马街意思。哎呦，哎，面膜当送面的意思。B 青孔当危机。那啥，我先来猜，你要拍嘛啥？卡斯等下输咧吼，连 T 某先不是看咧。来，起点，起行太前的呀，最慢啦。我们是姐姐，剑多杀跳步。哇！输他啦，打唔怕？好，坦克啊，黑马改。输他。哎。面貌熟悉啊！你明看见面都熟啦。哎呦哈！答案是嘛该？答案是 A。是啦。面熟啊，比喻是面貌
当寿司的意思啦。本期诶，介下师傅本来是送送不烂脆啦吼，我们就慢慢来品尝一下。来，张伯谦，不要忘记你只能吃青椒哦。哎，是的，挂没做的。那个青椒可以全部分一色啦。啊，马哥。对啊，对啊，青椒是全部分一色啦。哦，还安就冲啦。姐姐好贴心哦，能搭心呢，能搭心哈。来来来，你看看我们的小熊基督教诶呢，你看，你打诶，你都要给你可以学习的用葱朋友来做，对，有吃过了。我刚有吃啊，师傅做诶，莫穷有，莫穷有，诶，我们也知道，嘿，莫穷。可是诶，有一盘子做的不用抢这位哦，盘子，我滴哦，来那里，哇，姐姐你是抢你哦，是抢你哈，来分享一下，当天，本鸡粮是安心先哦，加加来来来来，猪肉清脆很脆，黄椒真甜，啊，这里，我知道跳舞鱼的米汤真好吃。我爱吃的吼，你阿煮牛吼，今天某穷人的蔬菜很多，你不用的是豆腐鸡到做吗？嘿，所以它的味道好比较重。重搭啦，它味道很搭啦。嘿，对对对，加下皮都是咸的瓜啊，还有酱味啊，很某挑米诶。不过猪肉本身的味道够重，所以加起来其实很爽口。嘿，该松板的木头有没有就煮？又煮到去，按落去煎，佮又锁住水分，是都又端端冻个是。好。唔该你，生下来见长老，头前呢一毕业咯，马上呢马上会赢呢个金行最杯米馆挑战。爱喜太重苦，两嘴运用接力的方式，就起家的球迷，做出自听的彩色。在之前都唔敌接力损失的情况底下，两嘴很美味盐味太紧张的撒乱粉粉末。到底哪嘴装系真正的一家之主呢？而你谁来送菜了？好，又到了料理接力赛了，两关呢真紧好搞。因为呢吼，有上司你想做又没办法做，哎呦，肯定你再看我们做都会做完呢。系啊，像这边还有等一下吼，俺们的运用也忙用嘞，驾驶和运用啊，风水又超多热，我一定不会切的。这个可以喊吹谁吗？茄子概括哦，也算做得了吼，做得了，概括的。冻简单的啦，好啊，都将解牛安呢。啊，你先来好嘞。好，我先来出，干脆俩倒闭啦。我相信制作单位一定对我很好，这样一听没第一棒吧？好，不会吧？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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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，马盖。OK。恭喜你，恭喜你，恭喜你，两下恭喜。该意思代表系讲吼，一在这里面就对了。一定要切解牛哦。有可能吗？好，确定哈。七十五该千倍俩个。好，来，一、二、三，耶！哇！你听我讲，给你用哦。我请用哦，哈。你听我讲，没有话就不要给他一。你留下跟更用就先切好了吗？冇。马上呢，就来进行最杯米馆的料理接力赛。料理接力赛马上就来进行的两队队员准备好势耶，倒数三、二、一，抢开始。来啦，这精彩画面台前啊一定不要错过，而且呢可以给你准备好的是马上来一看张伯谦切鸡肉秀。哎，你会遇两袋啊，台记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刚怕你会切不错，所以帮你准备两袋。好好好，切一袋就做得了，切一块就可以了。哎，切一袋是可以的，你会切不错。不会切不错，你打你煮菜耶，这边油，这边比较油的不要来地，好哦。你要走在前，现在别用用啊，可以，那我们就先这样大小可以吗？可以，还是要再大一点，就按在最后的。等一下它会缩，它太细了，好，太等一下，哎，你改肉哈，不是先入口哈，因为我们用给红马豆浆，啊，你就前油添，其他不是写的呀？哦呀，哦，很细件呐，都做得啦，要加油。哦，加油！我跟你讲，不要这样做，那这样就好了嘛，对不对？可以啦，张伯谦算是又进步啦，又哈，哎，打你起卡又足呢。其实这次生的比较好吃，你看。哎，先问一下，两用吼是土鸡肉还是？土鸡肉，哇，要一定懂才对。好，按你听你能切到，挨对孔盖片了哈。两个一起切就好了。哇，你们切切多哦。嗯。还记得你阿给牛黑鲜奶咋不冰？用普黑吗？
里脊肉跟我用的比哦，是呢，而且差不多台，无亚三年当有意见，一天而且穷用台，老要点就差不多台。茄子我记得伊，有无哈？嗯。所以你还茄子还有加蒜丝啊？对吗？有。有。醋啊，比较酸呐，酸甜酸甜的，酸甜的，酸甜嘛，鲜鲜盐，我卤嘛干，哦卤嘛干，哪个讲？我卤调油，调油好，胡椒粉，胡椒粉，酒，酒，嗯，还有油吗？哎，最后我不用的油，胡椒粉，有加胡椒粉哦。一滴，哎呦，呀，雪玲姐最好胡椒粉，忘记了嘛，放淡嘛个米稀里，哦，嘿嘿嘿，个米酒吼，嘿米酒，那还比较有米头啦，那个香啊，啊，你有炒过还烫过还直接炒？我炒，炒过呀，嘿，还香。开中头先切，嗯，这个，嗯，四、三、二、一。停一下吧，马莎，停一下，停一下哦。我问下，好。该用边个切？要切两下。切两下是好嘞哈。啊，你要切好嘞啊？好嘞哦。切个一下，嘿，张平太低啊。好生意哦。你对个牛肉先入口吼？有哦，你也入口吗？哎，你也唔是，唔是入啊？嗯。哦。哎哎，那你要做的不用的油吗？奶包不了。做的啊油。大概油哦，嗯。了了，你看一般的油也是香油，加油做的。因为像我妈妈就是加香油。我香油水蜜饼。哦。哎，有没看嫩啦？嘿。有摆有饼香油。看我们眼线那专业。好的。我嘞哈，我爱到先空解片好嘞，好吗？好好好，先帮你切切。好。哇！哎哎哎！犯规了，没关系，他不用啊。林志变厉害嘞，来来，甩锅预备器。动力。你上去一下啦！咩啦？哎哎哎哎哎！我拢讲哪个多？要咁咧？唱嚟嘅。要好看吗？爱定义动力害咧，变厉害咧啦！你上音做天咯？你上音做天咯？没有，他是爱细肉。嗯，龙沙专业嘅师傅咯，按摩嘅啦。哦，你啊见佢真多动好，咁个切菜爱撞脸咯，哈！等下，咁讲见到动好，咁讲咩系爱见咧？冇，你啊你啊教教我么？啊？哎呦，好吗？哈困呐，哈！哦，哈困那样。啊，走对哈，不会分身乏术。哎，你老给舔一下哈，手那走对，手那边边走对，手对。我想说鸡皮给他溅一下哈用。哦，我跟你讲，我是不怕烫的哦。你总要用手边吧？筷子，筷子，筷子好。你要插起来。你讲给抗议来嘞？你讲给我跳走了。我跳走哈。鸡皮给它翻到下面，好好用。有翻过鸡皮的？有，我的鸡有。对啊，我的鸡有皮的。有皮耶，哈。嗯。哦。那有鹿吗？没有。不是不是不是鹿啊！哎，你是个茄汁概括的哦，吃鸡的原味。哦。嗯。阿该番茄、tomato 怎么干？怎么干？姜花、姜花炒、姜花炒。阿姜花炒，阿用用梅头。那又不能用用米食哦。来，让你两叉讲哈。基隆沙冻好是个茄子，还就现炒过个酱，个茄子挺出来现炒过。你还没琼螺哦。好了，可以了啊。走得好，因为等一下还有琼花炒，所以要等一下还有琼花炒，这样放进去。你建议我现在撩起了吗？我现在撩起了哟。不是呀，好，好，好，千万莫撩裸体咯吼。啊，个头毛都唔是生病哦。不用，最后放。不是啊，哎呦，最后放个建议有什么危险？确定哦。好好好好。好，那再先剪开片好了，好吗？来。哎哎哎，牛们安豆徐啊，牛们安豆徐哦。误会了。好。该聊先表表下草吗？哎，等一下要先聊你了。哦，天哪，那主创嘞？我们是有受过专业训练的嘎针板，好吗？有哦，平常去到嘎针板又做买料理吗？他会教你烘焙也有啊，煮食的啊，哈，那个油要偏这个，强心上来教你煮食，那个也要炒。啊，记得就教该茄子盖捆，你有慢做吗？没有，不会啊，他应该很白起教做的嘛，做得好，做得好。你就这样讲嘛，该快快松松。生意哦，全松松咯。这位莫按夹边吧，
对，那个拉一下就好。哎，用葱的平常多么啦？那昨天现炒不一样啊，水妹加什么安多是料起来啊？是这样的概念吗？民主变厉害嘞！来甩锅预备器，动力哦！哦，这都是厉害嘞！好。提三三还帮你吗？开始，等一下给改了。你可是超慢。等一下给，好麦都将一条一套的。你，提三三，来，提三三帮马三。开始，阿龙讲，对啊，忙我等一下给，我麦都将我先炒锅张张丢给给你弄一边了，可以吗？嘿，弄顺风。来，先炒酱，先炒酱。嗯，来，你倒带我手整。不是紧张吧？哈。甜甜的啦。没有。好，那再先控改片了哈，安你停停的走哈，要给它收汁是吗？汤太多，对呀，要给它收一下汁啊，这样就好了。等一下，风声哈，那你们的那个 tomato 酱全部没了吗？我想说太少了，这基本上但米走在线多添一半，然后再加一点点 tomato 酱，嗯，会不会还好？啊好，那你味道重新等一下试一下哈。嗯，好，我们过去在我那边再看一下。好好好，这边动摸汗。来了，哇，漂亮！有吃蜜糖吗？看看有没有味道，姐姐试试有没有味道。没有放糖，揉一些桶，揉一些嘞。哦，不用不用，拉拉的拉拉的，这么大块，试试看看好不好吃？蒜丝鱼干的吗？有放一些糖，有揉些桶。嗯，声音赶快，别干趴，不是干。你安也尝不到了嘛哈，对对对，不吃也不用嘛，要不要加一点？好好好，你加。酸甜酸甜，你肯定要加。用叶味，加加用叶味，没听到。好，安好，安尝不到了哈。好，七六五四三二一。西建岛，马上就有吃吃看那最杯米馆奈夫卡张海烈太中福嘞。好，大家同麦都讲呢，炒鸡肉哦，两组都有毛孔的表现，还个改良的毛孔哦，而且最主要是因为鸡肉的部位也是不一样的哦。先来吃一口呐，我们红队的，什么？好，太高了，吃一口呐。鸡肉很嫩哦。嗯，你都用的是香喷肉是吗？鸡里鸡里鸡鸡里哦，里脊肉啊，牛肉很嫩啊，鸡肉。嗯嗯，那你当中有加有咸度高，又有不用一些油，然后可以包覆住啊。小熊姐，你吃怎样吧？好吃。给酱料的蜜桃酿哎，我觉得它是刚刚好，度后酸甜哈。哎，对对。秋莲姐，你知道嘞？当好食，嗯，当度好嘿，唔会呛辣呛酸的，嗯，度度好，也唔会呛咸。哎，头麦都将个蜜桃又来炒出，哎，又出了。那去了哦，记得要做冻好呢，因为刚才问系里脊鸡里脊嘛哈。鸡里脊诶，摸上去是会煮红螺咧，不过我觉得好嫩哦、喔。嗯、对，欸、姐姐，你就吃到咱诶风水做诶，怎么办？很好啊，因为它的鸡肉不会老啊，嗯，很嫩啊，很嫩哦、喔。对，阿贵姐，阿吃到麦香肉啦，加根肉、青肉啦，嗯，诶，那个加的用玉米啦。哦，用玉米，没啦。冻好食咯，真嘅用玉米冻好食，又加冻暖吼。再下来呢，我应该吃成冷水了，可能。N D 吼，冷水冇强融嘿，因为 tomato 酱吼，天朝爱用 tomato 本身来做。你咩人用讲？哎，嗯，好，来食咯。好。嗯，你用啥风水的姐姐吃到咧？最强的肉咧，有冇检查咧？它的肉和我们的肉不一样，它的比较 Q 一点，很好吃。我们的比较软。太软，嗯嗯，九连鸡你知道嘞？又麻又脆，洋葱没有脆脆的感觉，咔哧咔哧，咔哧咔哧 ，Q 感以后。哎呀，啊，风水自家感觉嘞？好食啦，好食啦，冇嘞啊！我听两公诶，准备到自家加分的时间嘞。哎呀，我系用隔壁啦，嗯，隔壁又劈啦，我系用剑，嗯，用剑用因给含玉米啊。对啊。啊，痛到好食！阿贵姐咧，我感觉个鸡肉有一点韧性，还有咬劲，还好食。哦，紧张的时间都留，马上来先来抢起师傅抢本分数。谢玲姐摆脱一下，好了，抢本分数。哦，恭喜！恭
公平是互相公平。拜托一下，我们本鸦片的想法是讲，佮托马多本来是爱加分的，啊，唔过佮托马多先炒过了，炒啦。嗯，用油炒过托马多，佮茄红素的释放出来，出来是好。下放一点，叫梅头下出来安样啦，是正差的安样。啊，你阿片的梅头虽然冇用过托马多，啊，唔过佮个番茄酱油炒到又梅头又出来，啊，佮个用咪整到冻软啦。嗯，是正差的安样，两片都做到冻好啦。嗯，谐音谐音想法。我袂分佮平样的意思咩？佮托马多酱油炒面又炒出来，又焗到佮鸡肉面是炒出来的，伊还有表一点污醋，但一下佮面是出来两片呢。去侦查到，一整件个托马豆，我本来想分一样的，个托马豆冇炒过。佮佮面佮系讲托马豆，你切面面来炒，或海南个面。哦。都暗讲一两片是水面，还有个托马豆的馅。暗讲一鸡肉完全冇托马豆的馅啦。所以行白做咧试看啦，托马豆先炒过，真紧我看起来好风调，它茄红素好多。啊，南帕底下村的汽车店木卡都当好些，细细气口都甜度，托马豆酱呢叫炒过，佮要较香，上面要较出来吼。啊，唔过比赛甜味成绩出来，风吹得到三分，南吹得到一分，恭喜风吹得到三千的女人加彩金，恭喜恭喜。好，唔过南吹没动吼，哎，底下动冲吼，吼，不锈钢奶锅来送不你两三。哎，别个姜哈煮诶，嘿啦！好了，先来尝一下小琼姐要不要参加新地老太太讲一下。今天来了要参加，让我讲来收获庆多，因为安尼都无讲参加了的，其实蛮有亲和力呀、啊。我知道客家人吼做了节目非常好，然后喊拜从那里参加入做的，唔会按姜嘞，过来报名哦。哦，真开始的时点要姜讲，哎呦我。冇想我去哦，哎，来都唔会啦，因为主持人要懂吼，要都要懂关心，不老安尼讲，我要帮你做，我要帮你做。古说边做讲来参加过后，经常来参加，不梦都不想啊，有意哦。好，小点记，帮你老太太分享一下，要不要参加的心得？哦，请什么一家之主啊？哎，你节目安好，本客家朋友乡亲大家来。吃做看下咧，其实你都平常正经吃清淡，也唔是安尼，唔是安样样操安尼，把时间个心情也无闲，从头安尼来煮。但是要用心啦吼，啊什么安尼两位主持个两位太厨师，也什么安尼得按多后生按上忙按做住方去来打拼安尼，请什么安尼节目个，希望大家多多。观赏了一家之主，哇！十七台哈，客家天团，安子生，什么太家？今天你最后的宣传人哦。哎呀，秋天节老 Andy 主亲，这最后的 ending closing 都做讲好嘞吼。啊，咱是咪讲看吼，啊这老大家讲一下，今年来参加就嘛感想么？啊，来阿样比赛啊，还头一摆啦。嗯，哈，啊是刚讲当欢喜啊，又得奖么？得奖。都冇相干，要做来参加。对，我们学到的是经验，还有喜悦的心情。咩啊？未紧张？哈？还未紧张啊？阿龙，阿龙英讲，真是哈，真是未紧张啦哈。你讲伊紧张，我想讲最紧张的，伊左手边干啥呀？顺轨车哦。到了还未紧张吗？冇，冇啦哈。老大家讲看来。啊，今日请朋友来到你阿边参加录音。啊，今日有好多个主厨搞个个套餐，啊，专门。用心来做，啊！谢谢指导，谢谢。你要摆美就用心啦，其实吼煮菜是安样呀，莫买素当啦，自己家里的味道就是最好的味道，系吗？嗯。好啦，有意开始搞，今日来到平镇，做在右岸度，姐姐的老婆卡米托全部煮到要特别本太吃，看香港本地的乡下来品尝，都会最赞的喂。哎，啊，记得来到平镇的时候，是要特别最好的五毛煮，边发料理也就客家米。哎呀，吉良煮吼，今日喊全大陆哦，客家福校最厉害的泡菜啦，买个菜条干啦，假使你福校还有什么神奇的小秘密，欢迎大家来报名参加哦。一家之主，等你睇起个姜下来报名，姜下来挑战来学习，下礼拜再见咯，拜拜。